桃园县复兴乡高一国小副校长王小美，你没有看错，她是一只山猪。她在上周末去世了，享年90岁。那么这位呢，让全校师生怀念的副校长啊，就连校长都说，这王小美出生呢就被他带到学校饲养。王小美平常在校内四处游荡，和学生互动很好，学生都昵称他副校长王小美。那么王小美呢，13岁换算成人类，当然也就是90岁了。